为什么球迷呼吁张子宇进入国家队的呼声这么高？17岁的张子宇身高已经达到了2米28，体重280斤。他的这个数据跟咱们的姚明姚主席真的是非常接近，在他这个年龄段绝对是巨无霸的存在。张子宇在 U18 的亚洲杯上啊，可以说是全场直接是雄起，在篮下无人是张子宇的对手，他拿下了全场最高分42分，外加14个篮板，也是本届亚洲杯的 MVP。 他的表现啊，在他这个年龄段可以说在亚洲没有对手。虽然最后啊，中国女篮 U18 只拿下了一个亚军，但是对于张子宇来说，他的人生资历足够辉煌，所以更多的球迷在中国女篮情况如此低迷的情况下，愿意让张子宇进入国家队，还真的是非常巧妙的一个想法。张子宇在篮下的内线优势非常明显，被称作女版姚明，身高优势很明显，尤其是篮板球对他是手拿把掐，身体很灵活，没有限制他的自由程度啊。现在张子宇进入国家队只差年龄。